快乐悲伤都放肆，阳光也不愿阻止。你是难过来的孩子，人要爱人要恨的样子，血里流窜着远在古老的故事，手心刻画上帝的仁慈，与未知相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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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那天其实要丢出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要这个，因为我到处问，我身边没有任何开这个千万跑车的朋友，对，我的人际关系长期只局限在这个吴青峰、张俊麟，还有经纪人，还有对那个李寿全老师，这对，对我怎么问，我其实问不到。就是原厂修 i8 的车门要多少钱，如果有任何人知道的话，欢迎就是传，其实是我有求于大家啦，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其实原厂修 i8 的话，请你告诉我。那因为啊，我是想要用这件事情跟大家说，这在就是今年成为了我的人生目标。就是因为其实人家因为怕吓到孩子，所以其实自己愿意吸收那个，你知道，就是损坏的费用，然后也只是找了自己认识的修车厂帮他钣金。但是很爱车的人应该就知道，一辆停产绝版的车子，对于真的拥有它的人来说多么珍贵。但是我除了要深深的谢谢这一家人以外，我自己也心里面决定为了这件事情努力。我觉得我想要查出 i8 的车门到底要多少钱。然后对，趁着我现在这么努力，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赚钱买一个车门还给那个车主，让他知道说对他的好心，就是有被人放在心上的。